一场接着一场，哎，都是这样。好节目精彩不断啊，看得出来。刚才那哥俩说的多棒啊！是，叫做绕口令，哎，传统的节目。哎，这是一个考验这个捧哏演员和逗哏演员默契的作品，俩人非常的不错。更多的方面呢，要求这个捧哏演员嘴里不能出错。你别看我呀，没有看您，那都是陈芝麻烂谷子了。哦，啊，刚才我们在后台也聊了，嗯，这一段呢是个演员呀。相声演都会背，是，但是如果台上出现这个鬼打墙的这个情况呢，哇，还鬼打墙，经常的就绕不出去了。有，那您那回属于是鬼打的环岛了啊，我那是大墙大墙、哎嗯、一个叫刘鹤春、嗯、捧哏那位姓关，叫关鹤柏。对，这都是过去啊，我们都是听人家相声就是成长起来长大的，确实是这样啊。过去我们来的晚呀、啊、嗯，人家刘鹤春老师啊，我们师哥很早很早了，就在我们那个天桥那叫德云书馆啊。哦，现在没了。我估计就咱在座的观众可能都是这两年关注的德云社、嗯、对，对于德云书馆比较陌生。嗯，就在这个天桥那个我们那个总部，总部啊，大本营。哎，咱们的大本营就在那个北纬路甲一号。哎呦，这名字好。对、啊、北纬路甲一号、啊、北纬路甲一号是这个、哎、啊，是我也不了解呢、嗯，北纬路甲一号是去年夏天的时候什么呀啊，我们拍的一个腾讯哎呦优酷录像。别瞎说，别瞎说，不好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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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瞎说，到时候录像这场不算了，到时候人家不重要，不重要了、啊、重要重要，是去年拍的一个小的一个情景剧。嗯、啊、也不小了。对对对对对啊、嗯、现在呢可能还在这个后期的这个审核当中。对，剪辑吗？哎，我估计马上就会和大家见面了，差不多了。哎，这个刘鹤春你聊远了吗？聊刘鹤春是个咱俩谁说的？咱俩不你说的吗？我说怎么了？弄死我，神经病，往那一站，脑袋跟顶个浴霸似的，烤死你！你这都算烤出来了，知道为抽你了、嗯，知道为什么脱发吗？就烤的，烤的哎，不要乐了啊，让人乐这都是人家，哎呀，这脱发这都是人九龙的痛苦，你们。为什么要你先到你先到、哎哎、你乐的还挺欢是你谁痛？我不痛苦了，别动我啊，我不痛苦，我今儿跟炳哥健身去了，知道吗？哦，真的呀、啊、是吗？啊，是健身了是吧？真的。哦，这还行、哎、呀，酸疼酸疼了是吧？真的，一般生产队的驴都练不过烧饼，还是条黑驴。聊远了聊远了。嗯，刘鹤春师哥，哎，那会儿在天桥这个德云书馆，人在那儿，人就是底角儿哦。和谁搭档呢？有知道的吗？嗯，你看看，你看看，看完多么的尴尬，我对你们很失望。嗯，啊，他和和谁搭档？和这个阎鹤祥啊。哦，真的，真的，真的。阎鹤祥谁呀、啊？阎鹤祥谁？那胡闹了，阎鹤祥赫子科的佼佼者嘛，佼佼者，哎，刘鹤春阎鹤祥搭档，嗯，那会儿就在这个德云书馆，人家就攒底了，黄金搭档，哎，没想到这么多年干到我前面去了，嗯、这个事情，哎，这话怎么说的？哎，瞎说，都是工作安排，对对，这都是让我们值得尊敬的师哥，这都是他安排的，让这个刘鹤春呢和这个关鹤柏，哎，关鹤柏也值得一提呀、啊，老关，关鹤柏80年生人，他有糖尿病，嗯，糖尿病是有，八、嗯、零年，今年42了，嗯，各位不服行吗？不行，42的，嗯，天天晚上往三里屯跑，您琢磨，这一花花公子，这是真是、嗯，让两位师哥下去稍事休息吧，他们是有点累了，这场给您换上来了，终于到咱了，相声演员王九龙，哎，说相声的，我特别的佩服人家，佩服我什么呀？相声说得好，不行。咱就是说相声说的好啊，就差得远，啊、很优秀了啊、嗯！哎，人长得精神，哎，分跟谁比？不是，也没什么，我有我脱发，相声好，人长得精神，没有十全十美的、哎，唱歌还比我好听啊！是，对不对？哟，怎么了？你干嘛？怎么了？你也要入镜吗？啊，嗯，都是优点。嗯，问问您吧，啊，除了这个相声。还有别的方面的才艺吗？那我差点了，除了相声，别的方面差一点。你看看，也就是演个话剧什么的那个。
滑稽。这就不对了，兄弟啊！现在这个演员呀，要求全方面多栖的发展，多栖发展，对不对？你不能光会说相声啊，那不行吗？这一点来说，各位，全场的焦点，嗯 ，Look me， 嗯，哪儿就转上英文了？还 Look me，Look me， 就是看你，不能光会说相声。怎么着？首先，我是很尊重相声这门艺术，哎，我也很尊重，能拜在我们师傅郭老师的门下，对，一生的荣幸。嗯嗯啊 ，One day teacher, day day father。这是我一个小学生，你先等，应该这有点出其不意啊，您这有点不是，您说什么玩意儿？一大早怎么上？怎么还有个逮的？什么能够不是逮的？能够拜在郭老师的门下，后边是我的荣幸啊！后边你说我要做到 one day teacher, day day the father。你给我们待会儿解释解释什么叫逮的呀？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One day teacher, day day the father。您这散装英语啊，您这都啊、嗯！哎，首先我很尊重相声，是是，但是咱能光会说相声吗？哦，光会说相声，我怎么上的那么多综艺呀、啊？哎，倒霉德行，你看看，哎，不对、哦，别的方面也有才艺。那您说一说，在说相声之前，嗯，啊、好你乐什么呀你？这是一个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小秘密。那您把您的秘密说出来，啊、分享一下啊！说相声之前呀、啊，她是个女的，我是一。如何做内心最强大的女人是吧、嗯、那都是节目组给我安排的、嗯、好全给人刨了啊！我这个说相声之前嗯，正经的啊是一个搞舞刀的搞谁我告诉你这回有录像知道吗不是我你不要老搞谁你不要搞我了好不好不是我还有美好的未来呢我说这话没毛病您老还没毛病您老自个儿心虚您老您说您是一个搞舞刀我说搞谁什么叫舞刀啊我是这个意思啊舞刀舞您哦您是个练家子对不对练家舞刀弄枪要说您这成天练锻炼不是不是啊不是那个太粗舞刀吗不舞刀弄枪我说一句日文吧嗯日文吧日文哎嗯one day 嘛，我的说一句日文吧，就是啊 ，dancer， 那不英语吗？那不是一个小考试啊，对不对？英语 dancer 跳舞的，对，怎么拼啊？哎，你别说，咱俩一人说一字母，敢吗？哎，来来，你先来，我先来，我先来。这多新鲜！我先来，肯定是 D 开头。那你先来，你先来吧。D A N C E， 嘿，一点吗？一点效果都没有，对吧？不可乐了吧？早知我说错了。哎、啊，这真是 C E，dancer， 哦，您是一个 dancer， 跳舞的、嗯。认识我吗？你不张九龄吗？舞蹈界认识吗？舞蹈界没听说过。说两个我的小徒弟。小徒弟，你看人家，哎呀，您都有徒弟了。来，我的徒弟。嗯，瓶子。别栾云平，不是哪个栾云平那样跳不了舞。不是瓶子，瓶子，杨丽萍，哎，瓶子，人家叫瓶子呀。你叫杨丽萍，我们这是我瓶子，我们还得杨丽萍老师呢。我叫瓶子。不是您这没大没小没规矩，您这不尊重老前辈，您这是。那谁啊？旗子，旗子，对呀、啊。什么哪个旗子小彩旗那叫旗子呀啊小彩旗这都是您徒弟对训子是够训的这哪个训训的是谁啊 Michael Jackson 你再来、哎、这回再来一遍麦克什么 Michael Jackson 啊杰克逊你大舌头啊您这是、哎、这怎么拼啊你管不着这怎么拼啊你别再跟我拼下去了好吗、啊、两败俱伤咱们、啊、这怎么拼啊哎这我们都不能说是徒弟杰克逊是您徒弟亦师亦友好之前肤色倒是像我们都在一起互相学习学习探讨过、哦、探讨过舞蹈探讨什么啊我就探讨这个是吧他那一下那二高音上不去是我给他揪的知道吗你怎么揪的呀啊我这一下不上去吗不必了不必了为什么在国内在没有什么知名度呢这是为什么因为问题啊久居国外哦在那您回来了回来了那可不回来了吗哦哎久居国外哦英国
英国，哎，我就在英国那边搞一搞这个华人舞蹈的传承啊，以及对外的演讲啊、讲座这些方面是我的工作。没瞧出来。去过英国吗？不敢出国，出国我就回不来了。摄像机跟摄像机说，就不敢出国。没去过英国对吗？踏实在这待着，别给人添乱就完了。为什么你去不了英国？为什么？你不会英语啊。说着说就瞧不起人啊！说着就瞧不起人。你不会英文呢？我那天都我刚都拼出拼音来了，我那都你就拼出那一个单词代表不了什么。不是，您要说太难的成本大套，咱确实可能差点意思啊。咱这学历也在这儿了，是吧？这您要说那简单的那单词没问题，考考你，随便考啊。哥哥怎么说？哥哥啊，我考你，哥哥怎么说？真不会 ，brother 嘛，brother，brother。姐姐怎么说 ？sister。对吗？对 ，sister，sister， 堂姐怎么说？没学 ，sugar 的 sister， 差得很远，小鬼。好，堂姐是 sugar sister，、哎、表姐呢 ？watch sister 啊？还行，好，好、啊，对不对 ？watch sister， 表姐吗？服不服？啊，哪儿我服不？啊，服不服？我服不着我。考你一个，还有，你到英国，你拿什么工作呀？还说相声吗？不说相声。去你的吧！怎么说英国？我上英国，我说相声，我说去你的吧。对，那还是就是去你的吧。什么英国人？我就一个手势，就完了，就传了，就完了，拜拜了。胡说八道！英国去你的吧！啊、英国去你的吧！这还真不知道怎么说。啊也不一定能乐啊，各位啊，这是上台临现实琢磨的 啊。你可以试一试，去你的吧。这英文怎么说呀 ？Go you is father 想了。想了，想了，这就不易。Go you is father。Go you is father、啊。去你的吧。Go you is grandfather 吧。这去你爷爷的吧。好了，很尴尬了啊。这个，你到了英国，你没有办法完成日常生活的需求。嗯。到了英国吃饭，你会吃吗？吃饭我不吃点餐，嗯，点餐你能跟人交流吗？能交流，拿菜单过来说呀，哎，你什么？你的点的都不对，你点好几份沙拉，你能吃饱吗？对不对？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吧。那您说说吧。小伙子没去过英国，让张老师带你开阔一下眼界。哎，倒霉模样，幽密幽密吧。朋友们，嗯，什么呀？彼此彼此吧。我有点控摁不住你了，是不是？幽密幽密。哎，我跟您说，各位，您在座哪位要去过英国？嗯，咱们给他普及普及，因为他没去过。那您站起来说一说。您要是去过，就听我说吧、嗯。您要是去过呢，如果一会儿我说的不对，您也不要搭理我，好不好？我给你讲讲英国的大餐厅什么样、啊？哎呀，高档至极，嘿，豪华呀，啊，富丽堂皇。嘿，这是一个成语。首先，英国那个大餐厅啊，啊四周围它没有墙。那不就塌了吗？那不是没墙，院子没有院墙哦，没有院墙，种的全是这么高的灌木那个植物，哦，哎，为了绿化，空气好，给你讲究。正当中啊，有一个铁栅栏门，铁栅栏门，铁栅栏门，嗯，哎，我推开门就往里就走，嗯，再往里走，全是鸟语花香的，真好。正当中这么大。什么呀？手比我小啊，反正跟这个中间这个、啊、咱们这个空场这么大吧。嗯、啊，一个圆形的洋灰墨的水泥的池子，这要重复了这个词语，洋灰墨的水泥池子，这洋灰不就水泥吗？那怎么说洋灰墨的洋灰池子多难听啊，对不对？您就说一墨一水泥池子，水泥池子啊，什么呀？正当中有一个胶皮管子，胶皮管子往外滋水啊。我一看我就明白了，是，这叫什么？什么呀？英国露天大浴池。我的妈呀！这个英国人吃饭前得洗干净的，太讲究了，得洗干净的。嗯，咱入乡随俗吧，是，咱也洗吧，你也洗，啪，衣服全脱了。哦，衣服全脱。不是，您先等，您在广场您就光着。你去过吗？我没去过。你去过？你讲。啪，全脱，全脱。咱洗的那洗干净的全脱了是吧？打点那个什么沐浴液那种，是全脱了哈。那可不全脱吗？哦，这胳膊舒肤佳沐浴液，你是不是收人钱了？你这商务轮不着我。啊、哦，这胳膊，嗯，飘柔去屑。啊，对，人说洗头发的那是。你讲，你讲。
想着说，想着说，想着说，你来，你来，咱想着说，慢慢来。这腿，这腿，威猛先生，威猛不威猛？威猛，威猛先生，这腿，八四消毒液，整个一马桶啊，这是一个，浑身是泡沫丰富。你等会儿。哎，这边威猛先生，对呀、啊，这边八四消毒液，没错。您这一条腿，这两个腿色儿不一样啊，到时候慢慢改呗，对不对？哦、都漂白了都，哎，浑身泡沫丰富，真好。冲的时候又不一样了，还能挡上点。哎，冲的时候不一样，咱们国内大喷头淋浴，嗯，花洒，大池子泡澡，嗯，人家不是，人家呢，滋浴啊。什么叫滋浴、啊？水往上滋啊。哦，那胶皮管子，哎、哦，我琢磨着英国可能缺水，嗯，他那管子那水时滋时不滋，哦，是不是还有音乐呢？对对，还有灯光呢。哎，你看这水一冲上来，唰、哦，嘿好，行了，哎，这个冲哪儿呢？啊，行了行了，哎，好了好了，哎，好了，哪儿都冲冲吧，哪儿都得冲呢，冲干净了，哎，冲干净了。朋友啊，您露怯了，什么？我告诉您啊，哪儿有录像呢？我也不想让您知道、哎，我告诉你啊，你们也都别听，那叫喷泉。那叫喷泉，这能听不着吗？这个喷泉，您丢人丢大丢国外去了，您这都，哦，那不是洗澡的地儿啊？谁告诉您的呀？喷泉那是观赏、欣赏看的，那是。我说怎么一帮英国人看着他们不洗呢？我说，人瞧你一人就够了。哦，嗯，那咱赶紧把衣服穿上吧，快穿上吧，再往里就走，别丢人来了。到了进门那儿，人还让您进呢，多新鲜啊、哦！又不一样了。是，您进剧场双扇门，嗯。咱们家里单扇门，对，人家不是，他们呢？四片门，听着就信。什么四片门、哎？这门这样，这四、哎，这不来来回来去的转。各位，这门走的时候有特点啊，得掌握速度啊，不能走快了，也不能走慢了。走快了，走快了磕脸，走慢了磕脚后跟。哎，不太明白，我一学就明白。他、哦、这门来回来去转啊，是找有空当的地儿。您这进了门了。这不神经病吗？这不是，还嘲笑我呢？愚蠢的土拨鼠，你才是发了霉的橙子呢！上外边开开眼睛吧，人英国那个大餐厅就四个字，嗯，表里如一，表里如一，屋里什么样，屋外什么样？屋里的屋外的蓝天白云，屋里头蓝天白云。屋外边洋灰池子，屋里边洋灰池子，能把我那八四威猛先生都给我拿进来了，知道吗？对，孙子，你又转出去了，你还傻不错呢，一天到晚的，我又转，你又转出去了，那我怎么能进去？你绕半圈就行，不用整圈绕，你拿自个儿当仓鼠了，你。哦，半圈就能进，半圈就进去了。得了得了，这回再进去一看，我重新说四个字啊，哎，灯火通明。这回对不对？国外都有灯是吧？哎，灯火通明。嗯，我刚要往里走，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没穿裤衩？不是，没穿。神经病啊，是不是？那我怎么往里走，发现我是揪起来看了，是吧？你可能有这种怪癖，漏风。真的，这什么人？嗯，说我漏风。这块剪掉啊，这块剪掉。哪来的女流氓？嗯，穿裤衩了。你别嚷嚷，废话了，优酷录着呢。穿裤衩你嚷嚷，没穿裤衩这事儿敞着就过去了，我怎么做人呢？你不用往回缝包袱了，行了。优酷，我穿裤衩了。优酷，行了，加标题，欢迎常来酒队啊、嗯！我们的要求对对规就是得必须穿裤衩。对对对。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啊？您说说，有一个英国的服务人员呀、啊，伸手拦我。干嘛呀？穿着那个西装啊，啊，这绅士嘛。哎，西装，嗯，哎，哈，伸手拦我，是我一开始以为是不让我进呢。哦，闹乌龙了。哦，闹乌龙了。哎，就是有误会了啊，是让我稍微把外套稍微脱一点。哦，脱外套。哎，因为英国呀，它这个停止供暖的日子比较靠后，是吧？哦，跟咱这边不太一样。哎，对，所以里边热，嗯、您这大棉袄、二棉裤里进去太热了。没穿羊皮裹个布、哎、是吧？对不对？脱咱就脱，对不对、嗯？咱必须得有顺序，嗯，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可以了，您这就哎、嗯，羽绒服，嚯，还挺带派的，你看看，递给他，哦，特别的服务啊，这走，嚯，好家伙，都不能抬头看，存的衣帽间，多不是给捐了，不是给捐了，你这
穿那衣帽间。谁问你了？西服。就你、哦、你还穿西服？哼，嗯，好看着呢。是黑西服啊，是白西服啊？哎、递给他。西裤。这进的什么餐厅？怎么还脱裤子呀？你去过吗？我没去过。递给他。哦，马甲儿。哦，嘿好，对对对，西服有小马甲，三件套嘛，咱都懂得这、哦。三保暖吗？哎。递给他。衬衫。嘿，会穿。还有那袖扣。哎，哈哈哈，行。递给他。秋衣。也是穿了稍微多那么一点点。我妈说宝拿干粮这拿衣、嗯、你妈说的对，趁是秋衣、嗯、秋衣就这么脱了，递给他。嗯，秋裤。哎呦，递给他。嗯，线衣。不是，这什么黑话吗？这是线儿衣。线什么叫线儿衣？就是也是保暖的。递给他线儿裤。你还走得动道吗？你跨栏小背心，护点肚脐眼怕拉稀。递给他。嗯，毛衣。递给他。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问，我问，谁这么穿呀？谁这么穿呀？毛衣穿跨栏小背心里边，管着吗？这叫什么话？我问，不是谁那么穿？您穿的太多了也。复古知道吗？潮流知道吗？这叫哦，中古。嗯，玩的就是西海岸，玩什么西海岸？西海岸都这么穿，太黑怕了。哎，跨栏背心里边套小毛衣。哦，套小毛衣。哎，内衣。这个对，先等会儿，这个男的的内衣是什么东西？就是、他汗的，西汗。您就说他汗的就完了。哎、他汗、啊。您一说内衣，好，我也您啊哈。啊，男的内内衣好，这个内裤我就不脱了，好吗？那就看您心情了。啊、但是我一琢磨呀、嗯，我上人英国餐厅吃饭去，嗯，光膀子穿一三角褛子也不合适。什么叫三角褛子呀？东北话，裤衩三角褛子，三角褛子。好，听着就过瘾。这样吧，嗯、拉个秋裤穿上吧，也得穿着三角褛子、哦。哎，对，嗯、把秋裤套上啊，穿西裤啊，穿秋穿秋裤，秋裤贴身舒服啊。这边把西装套上啊，嗯，西装套上，上身西，哎呦，我好家伙，您这是不是怎么没松紧带是怎么着？您这个，对，平时怎么穿呀、啊？平时掖在内裤里边吗？你甭管了，简单来说吧，啊，那个光着脚，穿着秋裤，光膀子穿西服啊，往里就走，太会搭了。这个就是马上就要进入点餐的环节了，嗯啊。往那一坐，不用自己动椅子啊。嗯，你要自己过来弄椅子，夸往那一坐，太 low 了，没派了，太 low 了。嗯，那服务员过来，嗯，给您就把椅子抽出来，说英文。嗯 ，Hello sir， 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Hello sir， 这什么叫 sir？ 你好啊 ，Hello， 那 sir 呢？我看您港剧里都说 sir， 你就别问了。哦，不是你好不就 hello 不就完了吗？怎么还你好 ？Hello， 一直瞪着。嗯 ，Hello， 嗯。谁当里头？我一看，来吧，对不对？不是，你先等会儿，哪儿咱也不能怂啊！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先不要乐了，不是？我还真不知道，你还留一手呢？你还你藏那么深呢？你还怎么深了？好，这么大椅子，你还会这绝活呢？这么大椅子，您谁当里头？那是得穿点秋裤，这要穿裤衩全裂巴了都。我什么呀？你胡胡叨叨什么呢？你这谁？你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吗？我接。请坐。Hello， 谁当里头？您坐桌子上。Hello， 谁当里头？谁当里头？我也没那么大腰围呀、啊，我这也不是哪儿就谁当里头啊？让你坐下。那就谁当，谁当 please 啊？爱谁死谁死吧，反正那。啊，就 sit down please， sit down， sit down please， 没有 little， 哎，点餐，点餐啊，拿那小菜单，嗯，我点了，点吧，注意啊，洗耳恭听，让你看看英国绅士是怎么进行一顿午饭的。好
午饭怎么拼知道吗？午饭还真不会。lunch， lunch， 我说的对吗，黄子？哦，午饭就是烂吃，还真是我们小时候英语老师就这么教的、啊。真的呀，所以我印象比较深。护齿还塞，我跟你说，我现在背的最熟的英文就是烂吃，不是，是《侠盗猎车》的秘籍。哦，什么呀？甭管了。一看就是你要不想说你就别说，一看就是女观众比较多的，不爱玩这游戏啊。牛排，不，您不说英文了吗？废话，说英文，我你懂吗？你跟他比划呀，牛排什么门儿，多火啊！现在是神经病，门儿，我疯了，我上去我才听门儿。那就说牛，您听得懂吗？啊，非把我秋裤给我撕了。牛排听得懂吗？人家，我不翻译成中文，让您主要知道英国的饮食习惯。您说英文，他们也能听得懂。牛排，黑椒牛排，哦，口味要黑椒牛排。再给我来一瓶 beer。你说什么？beer， 你别说那么狠，我以为你骂街呢，我以为你。beer 行了吗？这是英语了吗？啤酒，对，哦、真是的、哦，啤酒。哎，Germany black beer， 德国黑啤。哦，black， 稍微给你上点档次就懵。black beer， 哎 ，black beer， 三文鱼怎么说？啊，三文鱼过桥米线。您也太会吃了，您。面包，哦，面包好。果酱，哦，然后再给我带一鞭子独头蒜来，快点。不是，张老师，怎么这吃得到一块儿去吗？怎么吃不到一块儿？不是，面包果酱这是一套，就国外都流行吃这个，什么黄油什么，对吧？没错。您怎么就一鞭子独头蒜呢？这你就不懂了。为什么要吃蒜呀？英国那个大酒店呀，啊，一层它是餐厅，哦，二层开始就是舞厅了。那跟吃蒜有什么关系？你看我吃完之后呢，我上二楼舞厅，我得看看当地舞蹈水平啊。哦，您也知道，我往这种舞厅的一地儿一坐呀，咱就自带那个吸引人的那个气质。总有您这倒霉到那里边就全淹进了，谁也看不见您了。他总有那个英国的妙龄女郎啊，妙龄女郎过来邀请我跳舞来，人家能邀请您？对呀，人过来，hello， 跳舞来。这会儿我怎么说呀？我不想跟他跳，我怎么说？我直接拒绝他吗？你说 no， 我这就 no， 滚，不行哦，人家也好面子，国外嘛，就必须得吃独头蒜了。这有什么用呢？哎，过来 ，hello， 想跳个舞 ，hello， 吃完这蒜，当时就熏晕了，知道吗？你是真缺德呀！哎，知道那舞厅什么样吗？舞厅啊，舞厅，反正国外我是没去过，那、哎、国内国内我也没去过。这边国内我就看那电视剧老那么哎，电视剧什么那个啊，上边是霓虹灯的闪烁。在那转，地上是打蜡的地板，对吧？真是完了，这前面是什么 DJ 台？完了两边哦，这是夜店，这是啊，就是有那伴奏交响乐，大提琴那个大提琴，完了小提琴、手风琴都是这个，完了这边什么玩意儿都这样。对，两边都是什么那个卡座是吧？对，沙发，中间一般都是散台，对呀，中间有一块，两边是沙发啊，中间全是散台。对，在哪儿跳舞？站在散台上跳，那也太 happy 了。中间有一点是舞池，有一点对空余的地方，哎，是舞池。不说了吗？打蜡的地板，有机会吧？有机会。好啊，邀请你跳一跳去。有机会的，哎，行。三里这边哥哥都熟，是是是，我知道。三里夜三里吗？夜三里，三里屯的夜晚是一个大宝藏。好好，啊、哪儿的夜晚都是一大宝藏。西路，西路是哪儿啊？工体西路吗？哦，西路啊。想去哪儿玩？我带你跳舞去。好，好吧，好，有机会吧？有机会的，有机会。太好了，教教你这个身条啊，因为身姿好了嘛，行，说相声也是有帮助。不是，您先等会儿，您都说到这儿了，这都已经这不最嗨的点了，您这在这给我们来呀？干嘛呀？跳跳啊！还啥？咱鼓鼓掌，咱俩跳一下怎么样？对吧？不是有那么句话您忘了吗？光说不练那是嘴把式啊，光练不说
那是假把式。对呀、啊，您来来呀、啊，在这儿来来。您不那不行吗？不瓶子吗？哎、什么的、啊？我没带着舞伴啊，没带着舞伴。我没带着舞伴。我那后台喊一个啊！不，您别啊！我那舞伴那是枪让我踩死了，让我踩死了。您这舞伴也太矮了，您这舞伴啊！一喊来给我让我踩死了。好家伙！没带着舞伴，没法跳啊！没带舞伴，那没法跳。这也后台也没什么人了，就一报幕员了。啊、报幕员算了吧。不是，那这么着，怎么着？您要不嫌弃我的话，咱就咱俩救火救火，咱俩来来。咱俩跳行吗？也行吧，没人了。不是，那咱跳个什么舞啊？咱跳什么舞啊？啊，我会这样吧，跳一简单的吧。啊，交谊舞好不好？什么交交谊舞？交谊舞我不一般，就一男一女跳的那个蹦擦擦那个，又蹦擦擦交谊舞，蹦擦擦去好不好？交谊舞差着，我们现在都炸雷，我们都这个扎死逼雷，就那个抡大锤。我不来那个。那个我在英国都研究不着，研究不着，那都不行。咱就来交谊舞，好不好？不是那个七七那个，哎，一男七，那个啦啦啦啦，那个不行，少刷短视频。嘣嘣嘣，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为什么能火起来，这不行吗？咱俩人差点，咱来很想某人吧？怎么还行？不是，没您跳跳，您那多好啊！您那个。您那衫我今儿穿的全乎，是不是啊？来一个交谊舞吧。没听过交谊舞，哎，就一男一女，我来那女性角色，好不好？那赶紧去吧。啊，不是去，来，我就在这简单化化妆。啊，简单化化妆吧。就怎么化妆啊？就区分出来了。这怎么一挽袖怎么就区分出来了？哎，女孩嘛，你别露点胳膊呀，对不对？女孩偏偏就得露胳膊呀。哎，好吧，大棍儿，系一系。哎呦，好家伙呀！多少年不跳了，您这要摔跤啊！您这是，这就好比是英国女郎穿那个超短裙儿、啊，穿的什么？超短裙儿。您这可哪儿也没挡上啊，朋友，您这都露着呢，您这个哎、都是艺术嘛，啊、都是艺术。好，我简单的包一包脑袋，干嘛包包头啊？女性得是长头发嘛。您还不够长吗？哎，差点啊！嘿，好家伙，我这太激动了，我这个啊。太可怕了，是吧？太可怕了！哎，有点听不清楚。哎，您这什么模样？好不好？这好看呀，有点辣妹那意思，对不对？有点辣目洋子那意思，您这。那您就在这待着，我在这边，我邀请您来。行，咱就跳个舞。好的，好的，好不好？教什么舞？交谊舞。好，您等着我啊。我呀，弄不过你们。来来，起来吧。干什么？起来吧。啊，我也没带纸。我这蹲坑啊！我，你喊什么？您这不这大号的吗？您这那我怎么着啊？您不用蹲着。好比说，你怎么那么笨呢？你一点不通人性，你这个人。你往下蹲一点，好比说有沙发吗？没沙发表演，哎，这有靠背，靠着点，往后靠点，再低一点。你练了吗？你最近你把胳膊抬起来，好比有俩扶手，哎，往下，哎，沉一点，倍儿舒服啊！往后再靠一点，再低一点，哎，就这个姿势，好，保持住了，哎，我去趟前门，哎，回来。您上前门，我都成干尸了，我这就好比，我就随便一蹲吧，随便一演一身，我邀请您啊。等待滴滴待等等等等待滴待滴待等。有一人都看出来了，小姐，请您跳支舞。您先过来，您咱这是跳舞吗？咱这个不是吗？我邀请您跳舞，您这干嘛呢？您这多大的蒜味儿？你又吃灌肠了？你倒霉模样，你得理我呀！好，得跟我说话。好，我邀请您啊。等等等待滴待滴待等。哈哈哈，小姐，请您跳支舞。滚，臭流氓！不，你过来，行了，打死你！行了，干嘛？我招你了？我干嘛了？我你就踹人辣妹屁股，是不是？我说你在夜店不招人待见，你招人待见，来，不是您这干嘛？我这跟您跳舞呢，咱得细声细语儿，啊，还得接受邀请，多新鲜！差不多完了啊，可以了啊，好极了。等等等待滴待滴待等，小姐，请您跳一支舞。这有戏啊！
噔噔滴滴滴滴滴噔。小姐，请您跳一支舞。这太高